我们继续前进啦。这个拿剑的是什么？敌人呢？少安勿躁。讲完话就挂了，抱歉，我太大力。这边还有一只，很多呢。哦，这又是什么？慢慢敲死。感觉怎么只有一条路？那下楼梯也太慢了吧！
啊？那么嫩？哎，这边有路。我还以为他有多强呢。前面那一只看起来像是老虎，但是它像蛇哎。蛇虎哦。看来也只有那一条路。舍了皮肉骨血，方能白日飞升。稍安勿躁。哦哦。降龙，海底捞月，白猿献果，哪吒探，翻身。Thank you.
降龙，海底捞月，师傅有言。耶，这是什么？好恶心！还有，哇，搞定！仙人指路，青龙出水，展翅点头，金鸡独立，恶虎扑食，乌龙白虎，骗子捉泥，白蛇吐信，摘星。爷，打败我！哎呦！操控！
哦，生命不足10，增加暴击率哦。好像不错哦。嗯，那先走哪一条啊？右边好像又可以上山。哎呀，左边啊，那我应该先走右边。精英级的哦，那一只。咦？但使秦中去，何劳弦上音？情啊爱啊，不过是白云苍狗，终归都会结满蛛网，重归虚无。
侯兄弟，破镜难重圆，你有空劝劝那位朱长老，可别陷得太深。可是我不会讲话啊。本是女中仙，思凡堕九天，作茧复洞中，人间又一年。本是女中仙，思凡堕九天，作茧。别闯关了，正。又两条路，左边，右边感觉是要上去，又要爬上去。不太妙哦，这边有一只网，那这边呢？快走！那是叫我快走吗？哇！先开吧。完了，我错了。他的头怎么长这样？哦，哦。一命，你这泼猴，
都第几世了，还是这般不通人情。自己莽撞闯祸，搅了天上的买卖也就罢了，还烧上个自不量力的小女娃。哎，你放心，我定会将她好生炼成颗金丹，替你收着。你若下辈子还要闹腾，记得来天上取。哦，杀杀杀！那你上来是不是也慢慢上来？来来来来来来，上来就这么快？好，再下来，再下来，再下来，给我慢慢下来哦。不听话。前面那只蜘蛛，旁边那个人，等等，这好像是最终 BOSS。那我们刚刚还有一条路哎，这边，那一边有一条路，我们去看看是什么。还有路，我以为只是拿个东西。然后就剩下地板这些吗？王哦，哎呦，哎呦，他会回血。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
小王而已。他是从这边来，这边下去该不会就是怪怪的地方。我舍身入乱为了什么？你不谢我倒罢了，还断了我的手，就只好砍了你的，与我作陪。是哎呦哎呦哎呦，喝一口来呗。有两阶段，惨。是我上了那老道士的当，刚才的赌斗不作数，想知如何克那魔君，就与我堂堂正正打一场。一刀两断，不是说三段，什么意思？哦，有一幅画哎，我们进化看看。
这里又是去哪嘞？紫云山。师父，妾身失仪了。我本是个魏王人，来此祭悼亡夫，你莫怪罪。我与夫君本住在山顶的庄子里，忽地一日，不知哪处杀来的一伙虫妖，定要强占此地。庄子里人死的死，逃的逃，独留了我一个。我原想回那庄子里寻些亡夫的遗物，可那伙虫妖中有个领头的，号毒敌大王，他的刀马毒甚是厉害，险下我一点成算也没了。你也要去后头的山里，那林间俱是些放毒的妖魔，你若擅入，必是有去无回。切记多备些解毒的草药，莫要逞强。